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75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防空识别区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座椅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75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防空识别区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座椅。